活动是什么时候？10月19日，哇，是非常重要，我们的万圣节的那个公益市集的走廊，教育走廊。那我们今天的首先的记者会开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现场的贵宾哦。首先欢迎我们的林一景跟朱正轩的团队，我们的特助刘特助跟副主任黄副主任，欢迎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有我们的心物语治疗，心物语物理治疗所，欢迎。那英国美语，欢迎。还有我们启思公爵，欢迎我们启思公爵的品牌经理，还有我们的团队经理。当然还有我们的优越音乐艺术，我们的创办人，欢迎创办人。好，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10月19日的优秀的参与的单位哦，今天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。那等一下呢，主持人呢，可以大家比较配合就可以了哈。那等一下我们稍微的流程呢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开场的仪式。那仪式完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请我们的帅气，我们东桥的欧巴是谁？是谁？对，瞬间尴尬掉了。我们最帅的王里长，欧巴里长，他等下上台要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宗旨，然后还有当天的一些注意的事项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呢，我们这个记者会呢，主要就是说，如果大家有一些任何的疑问呢，都可以提出来哦。那我们就记者会即将开始了，那佩克呢就先带来一个开场舞给大家哦，谢谢大家。会，如果手脚可以动一下，好不好？